要停招，不再招收学生吗？知道了。对。那你们有做什么样的打算？就继续读啊，读到毕业。是哦。那你们班上现在剩几个人？还有二十几个。对。参旅系嘛。对。有听说有人要考虑转学吗？目前还没有。还没有，都要读到毕业就对了。对，其实不意外，因为少子化啊，早就知道差不多会这样。108年的时候，我们变成一系的时候，是希望一系永续经营看看。但是因为这个系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局限，尤其在偏乡。我们今年的招生率是92.37，我都附在里面，是全国67家学校的第11名，在教育部的公开网站。我们在106年是全国67家里面的最后第3名。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？是因为你在改变这个学校的体质的时候，应该从量跟质来改变。但是今天我们觉得应该再做一个更大的转型转变，就是我们去申请的停招，是因为我们的下一步应该不要僵固在只有学校。但是有没有放弃学校也没有，是因为在停招这段时间，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是给我们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下一步，包括互办，也有可能再互办一个系回来。所以就希望社会还是各位校友师生给我们时间，那我们会结合地方政府，会各行各业来去请益，才有下一步。那因为我们也不会强迫学生转学，所以这些都达到各位最希望知道的老师的权益、学生的受教权。这一次的停招里面签署了一个，我认为是全国第一个，13个董事每一个人签署，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经费的缺口无条件的补足。所以我相信我们学校可能在宜兰地区或许有很多的选择，还为这个社会有所贡献。